我说杰尼龟，你真的是小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真的是非常小的小人。大家出来移车来比赛，光明正大不是你常说的一句话吗？你检举我超过十次了，你刚刚又发一波检举信，你说要叫律师告抖音平台，因为我廖老大的视频有用到你的肖像权。大家好，我是廖老大，我现在为你们在揭发一个杰尼龟的阴谋。我说杰尼龟，你真的是小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真的是非常小的小人。大家出来移车来比赛，光明正大不是你常说的一句话吗？做个男人要光明正大不是你说的吗？你一直检举我，一直检举我的抖音号，一直叫抖音的官方把我封号。你比赛比不赢我，你害怕了吗？只有用这个小人的招数是不是？你检举我超过十次了，你刚刚又发一波检举信，你说要叫律师告抖音平台，因为我廖老大的视频有用到你的肖像权。来，你看一下这个证据，你看清楚。杰尼龟，既然大家要比车，就来比车。你为什么跟小人一样啊？我廖老大跟你往来这一个多月，有检举过你一次吗？你查看抖音有告诉我有检举过你吗？你真的是有够小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要不要好好想一想？你车子比不赢，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也拿出来吗？你真的跟我够可笑。最后我再告诉你一次，不要再走那种小人的行为了，一直来检举别人，你有那么怕吗？要律师威胁抖音平台，一定要封我的号。你是不是比不赢？你害怕吗？你就说吧，你就是输吧。我就说了，你输自己也输了天下，对不对？哼，你真的有够可怜，你真的有够可笑，我替你感到悲哀。各位粉丝，这就是杰尼龟的真面目，表面笑里藏刀。这种人有资格当百万博主吗？真的是有够可耻，老是做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，见不得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